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都，今天是7月9号，现在是早上的6:50。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早起来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澎湖。上一次去澎湖已经是国小的时候，人生加上这一次是第三次去澎湖，哦，非常久以前了。那现在是早上6:45，可是天色已经亮了，夏天的这个天色真的是很快就亮了。因为上次去澎湖已经是很久以前了，现在中间已经多了很多的景点。然后刚刚小帮手讯息我的过程中，也跟我说要记得带小黄瓜。我不知道这个小黄瓜是什么，等一下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问他那个小黄瓜到底是什么。那大家就一起来跟我去澎湖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抵达了松山机场，好紧张哦！第一次来到松山机场，还要怎么办？我的行李会不会太重？看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哎。那不知道你到底带了什么？我搞得好像要去5天4夜、10天8、6夜一样。我好像带了5套衣服。你把整个家都带来了啊？观景台。消毒洗个手吧，来了。这是米奇哦，米奇。再一次。哎，我他忘记接到我就走了呢。这里啊。不知道说你刚刚遇到什么事？刚刚遇到什么事情？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我不知道行李箱要先托运，所以我们就带了行李箱，准备要来上飞机。然后你那个行李还差一点超重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我就3天2夜带了很多东西，把全家的带都带来了。重点是你带一带带了刚刚4公斤，刚刚好。嗨，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跨海大桥。有人说，如果来澎湖没有来过跨海大桥，那你就是没有来过澎湖。我们刚刚在旁边拍了几张相片，然后旁边有一个一家仙人掌店。风炉茶是吗？我一端要不要喝风炉茶？要不要吃花枝丸？酸酸甜甜的，酸酸甜甜的。哎、欸，你的牙齿，那有是不知道是芋头还是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有芋头？对啊，你自己吃吃看。对，是啊、哦。它是要咬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慢慢咬应该。有点像洋甘茶的味道。你超没水准的，你吃到饼干下面冰淇淋都看不到了，才用舌头去拉它。那我们现在去下个景点，去吃小馆面线。Go。站在前面，我们刚才走到不知道哪里去，其实车停在外面就好了。那我们刚刚走到一个小人家家里的小路。我要新竹米粉的汤头。沾沾看你刚才调的酱。芥末酱。芥末酱哟。米粉也要练习，要一起沾哦。刚好夹到。跟日本台南的吃法有点像。
台南不是也是这样子沾？可是台南是那个粗米粉。哦，对 对, 對，它是粗米粉。没有，它有粗跟细，我们上次是吃。我们是吃小卷米粉，它是小卷面线。刚那个阿姨教我们，如果吸不起来的时候，先吸尾巴，然后再吸尾。冲出来了，冲出来了，罗罗就这样子冲出来了，那就完成了。我觉得很热，因为那个小猪雷辣辣的，然后那里没有冷气，所以这个天气吃嘴巴蛮麻的。然后辣到我的嘴巴都肿起来。先去旁边的小门地质探索馆，就在那个阿红的店旁边而已。我们去看里面。小兰，小兰出现了。你自己站在前面拍，你过来。你站在正前方拍。庄严。来，你站在。大红，我觉得我被吃掉了。很可怕哈。你站侧边不会觉得很可怕，可是站正面我就。而且刚才经过，它突然间动了。而且你看，你当你这样，你就觉得就觉得头被它近一点。哦，不要，好恐怖哦！下一站我们来的是二坎坡，哇，我踩到你了。你每一次都踩到我。这里有导览牌。哇，这导览我有点看不太懂了。我们一定是在这里，现在位置。这里好可爱哦，跟那个盖房子的一样。还有大富翁，欢迎参观。你要喝杏仁茶吗？蛮多人在喝的。二坎村。冰淇淋跟他们 ice cream。啊？他那里卖 ice cream。我们先逛一下，再看要吃什么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和二坎必喝的杏仁茶错过了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无底洞，一直装不完的感觉，每次装都每次觉得很多。不过还可不可以跟他特别说，再给我一把。我开这个时尚感加八，就是87。89，八九。小心哦！我戴这比你戴好看。我觉得我才是最好。你会觉得这副墨镜根本我的形状吗？完全不用兑现。子孙家，而且说真的，你看它的长、它的高度跟宽度都刚刚好是我，我根本就是这里的子孙。你的形状。这里就是小池角双曲桥，这边傍晚的时候来很漂亮哎，现在来就超漂亮，可是眼睛很亮，你的正前方会是太阳，如果说。早上来的时候会在后面，感觉傍晚来会比较刺眼，要戴墨镜来，不然眼睛一定会受伤。不像我什么都没戴，还戴着一个一般的眼镜。我要问你，你今天说那个小黄瓜什么意思？保雅屈臣氏卖的那个绿绿的。那为什么你要叫芦荟叫小黄瓜？那个有小黄瓜版的跟芦荟版的。还有我想说，为什么要带小黄瓜来澎湖啊？我们澎湖最有名的不是丝瓜吗？怎么变小黄瓜了？我们刚刚透过 Google Map 到外岸渔港，就发现不对，这个地方不是外岸渔港，这是外岸渔港的上面，叫做。三仙塔的地方，我们刚刚到外岸渔港，然后就到下面去，到下面去，然后一个上坡，差点就翻车了，好可怕！就是这里一个美景，拥有小希腊之称的地方，台湾小希腊。哎，可以打一下话吗？招牌干贝饭，这个是干贝，然后这个是，然后这是小黄瓜，这是海菜花枝丸汤，这是蒸牡蛎。好，我们先从这个招牌干贝饭开始吃。先吃白饭。
有 XO 酱。然后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在吃干贝，所以也不太知道说它这个干贝是不是真的特别的好，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口味很重，很下饭。然后它这个如果觉得吃得很腻，它这还有枣黄瓜可以配。真的很甜，海鲜，那就是海鲜片。可是那花枝丸是这里的名产吧？那花枝丸是真的花枝，它里面有这个，我还看得到脚，不确定是不是脚，但是就是花枝的肉。好吧，你给我一整块麦子。牙刷呢？没有牙刷。啊，我们今天怎么办？要不要问老板？啊，我们两天不刷牙，怎么办？我们明天在海里刷。我找一下。好，你找一下，你找一下。这里找到了一个吹风机跟紫外线香。啊。还有一个灯，这边会有吗？啊，谁牙刷放在我下面？完蛋了，我们去明天要去海里刷。有啦，啊，在这啦，备品。有啦，牙刷两罐，梳子一支，这是基本的。然后一个酒精，就是基本的惯性用品啦，该有的就是不会让你超过。浴帽、刮胡刀。对对对，然后再还有附一包卫生纸。冰箱，哎，我们柠檬汁刚才冰进去。这边的话，大概就是一个人可以站两个人啦，加两个。不是我意思说它够宽的意思，它就是粉红色的。很少女性的一个房间方型，但是它应该有很多种，只是我们刚好今天分到的是粉红色。电视是 MOD 的版本的。对，我们再给它看 MOD。大家看看有什么？总体而言，它是一个卫星的房间。虽然说它没有大饭店的那种感觉很高级的设备，但是我觉得它一切都就是像你房家房间一样，就让人回到家的感觉。这就是民宿的。是，重点是你看，很贴心，贴心还有这个圆角，老板人超好的，老板还关心我们有没有吃小卷米粉吃的开心，小卷面线吃的开心。那就明天见，明天要去玩水，明天要去吉贝岛，那就晚安。